然后今天我们两个都带了一份礼物，这是我为你精心准备的一个钱包。如果说你最后选择了我的话，因为我洗了很多我们在一起的照片，如果你选择我的话，我会把照片放进钱包里，之后当你打开它的时候都可以看到我们两个人的回忆。我也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，这是我精心为你挑选的，是一个香水，我很喜欢的一种味道，我希望你以后出门的时候可以喷点香水，这样子的话你身上就有我喜欢的味道。如果你选择吧，如果你喜欢谁你就拿谁的礼物。风吹雨成花，时间追不上白马，你年少掌心的那一刻依然紧握。花花，其实真的很对不起，我也很谢谢你能喜欢我，可是在之前那一个月我跟妹妹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她是那种需要特别被需要照顾的人，也是我想要的那种感觉，所以说真的对不起，我哪点比不上她。我们俩长得都一样，你为什么要选择她？姐别哭啊，你哭我也看着难受。